来啥就做点啥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取出我的吃饭家伙。和面。刷油。上面糊。坏了。再做一个。小心翼翼的。多浪一会吧。又坏了。没事，我继续。我很淡定。又坏了。总结经验，面粉放少了。再试试，感觉这个成功了。每次做面食都要失败很多次，太不容易了。点个小爱心吧。我的天哪，终于成功了。翻个面，多浪一会吧。刷辣酱，放点白菜，卷起来，不放鸡蛋了，柴火不够了。出锅啦，我来尝尝。都不够塞牙缝的，点个关注呗。